好，那你今天来除了这个唱了哇，这样算是两首歌哦，来欢迎巴代雅纪小姐，你有没有准备什么礼物啊？就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代表你从小听她的歌长大的心情。我刚刚好像有听到小笼包这个啊，记得？对啊，那我跟你讲，他吃的小笼包跟那不一样哦，他不是吃那个名店的哦，不是哦，不是鼎泰丰的，不是，他是夜市的哦，对。哎，我有准备吗？真的假的？对，这个是他40年前怀念的味道哦。我特别去找出来的。哎呀，40年前怀念的味道是哦，真的耶！来来来来来，今天呢特地带上这个小笼包。对，这个不是鼎泰丰的，这个是。鼎石峰的，鼎石峰是罗石峰去买来的啊，对啊，所以先来来，你听太小心哈，来我帮你拿，那就你还是你对，你来喂一下啦，对，可以喂，可以吗？害羞啊，他害羞嘞，对啊。还是好，来来，我们来拍一个照好了啊！好，来来，哎，还有问题啊？对，本来是你要喂人家，现在变成人家喂你了。你今天来真的是赚到了，巴代雅纪喂你吃小笼包，对，好，这个小笼包呢，就是当时你怀念的味道，就是当年的那个夜市的小笼包，对。哦，直接用手的，对，美味しい，味はもう何十年も一緒だと思うし、どこの小籠包も美味しい、台湾的，不管过了几年，小笼包的味道都是很好吃，没有变的，不管哪一家的小笼包都很好吃，是，除了小笼包之外，我知道你还特地带来了这个甜点，对不对？来来看一下，这个可不是汤哦，这个是甜点。对，来，这个甜点总是要让罗时丰来喂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燕窝。燕窝是给我自己保护喉咙。你平常保护喉咙是吃燕窝就对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，好，这一次。对。我喂你喝一口燕窝啦，好不好？来来哦，看一下镜头，小心，口气，好，看一下，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吃个燕窝也要给人家拍照哈，对，啊，可以吗？好了，现在有一点害羞了哈 ，OK， 啊。这个燕窝的话，你要跟他吃同一碗就对了。好，好一句，好，你试试看。他被这么一，你吃一下，你吃一下。来，好一句哈，可以啊。不够甜。